您知道了，我们刚刚姚已经看到了哈，我已经看到了，我把不用再讲，不用再讲，不需再讲，没有要。哦，早哦。阿七，快了，快了，快了。八九四九六九七九八九九，好，换你。想先丢这个。呵。呼，这就是要比鱼骨王。多久啊？他惩罚半分钟啊？好像是吧。好了，要回复了。超级留言。啊，他每天在还愿。哎、嗯欸，那个名字是自己的。嗯、哦，是我啊。铁镐，刚不是啊？我刚刚把铁镐丢掉了，白痴。哎呀，捡得回来吗？没有，他已经消失了。哦，就乱丢。怎么办？这样反而没事耶，还是我们来钓鱼？你要钓鱼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箱子有很多线啊，没有线吗？箱子很多线，21条。箱子不是有吗？一格可以钓吗？这样子，这个无限水。我记得是可以啦。也太嗨了吧！到底在干嘛？这个声音超嗨的，他们因为已经在还愿了，是吗？好吧，那我再做一个铁镐。对吧？叮！哦，汪汪也终于遇故惩罚了。所以他们到底有没有在附近啊？没看到。你刚刚不是有看到蓝队吗？对啊，可是就是一直都没有发现，对啊，发亮。那两个都是你们吗？你们两个在附近吗？对啊，我们俩在附近。对啊。OK。还敢钓鱼啊，冰鸟？钓啊，河豚。又钻石哎、欸！哇，漂亮！等一下，为什么上面那么历史啊？那你可以钻装球，好啦，钻装球。八颗哎、欸！哇塞！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，你就加啊，差一颗。哎、欸，黄金，黄金，黄金。呵，哇，八颗哎、欸！哎、欸，不止八颗。哇，十颗黄金哎、欸！可以做装了，不糊。真的好扯哦！你要不要赶快回来做了？有了，可是保护二跟保护一的钻装哪一个比较强？哎、欸，保护二给我们叠保护三了、啊。好啊，按钻装比较强啊。真是哦，对吧、啊？还是赚比较强、啊，老铁、啊。没有空间的。放这，没看到了，在踩东西啊！哇塞！啊，我刚忘了烧。你们有留很多垫脚石，知道吗？嗯，有。
哇，帽子叠帽子要九七等，钓鱼就有点多啊。钓鱼这里给你，你丢给我什么？我丢给你铁锭。哦，你刚的鞋子嘞？我刚因为我鞋子还不够做那个，我缺两个钻石。哎、欸，可是你刚不是挖十颗吗？这样不就把没有没有没有十颗是黄金，讲错了，哦、十颗是黄金。对对对，十颗是黄金。真的是狂挖，大挖特挖。对啊，真的很猛哎、欸。还有哪里可以挖啊？挖这里，我还真的是一直钓鱼哎、欸。我我我，哎、欸，他们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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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他们来，人来了，繁星来了，人来了，嗯。我先退，我先退。哎呀！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收到了，我收到了。我死了，我死了，我死了。哈哈，我也死了。他们来了，他们来了，他们来了。耶、yeah! 欸！哎，繁星。剩繁星，剩繁星。哎、欸，奇怪，我刚为什么要冲过去？我刚看到岩浆是砸不住的。我也不知道哎、欸哦。可惜啊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我们意志交给他们。意志坚定，很可以。哦。哇，各种砍，各种砍！哦，上去喽，上去喽，我还愿喽，我可以还愿的吗？全部被带走了，哎呀，砍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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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个惩罚时机太好了，有小僵尸哎，在神怪砖那里，太好笑了。你刚好一股惩罚就被人家打了。哎呀，中间那一段时间虚弱，什么都来了。其实刚刚，其实我们很早就知道他们在附近，只是没有想到他们现在才来。对，他们我没想到，哎，我也没想到他们现在才去。对，我想说刚刚瑶有看到，应该他们就直接过来了。哇，送装备，难看了，不看了，玩还原。哎呦，这个装备不用看是谁赢了，对。你知道我刚刚擦脚全部都转走吗？你们两个是最有冠军相的哎、欸欸！你怎么没有把自己烧死啊？天哪、啊！哎、欸，对耶，我觉得我应该要烧死。我刚刚就是岩浆用光了，不然就烧死自己了。哇！所以又是一个冠军很。这个应该就是他们冠的啦，对啊。这装备差太多了。还愿了，好可以还愿了。我开始，裤子丢地上，结束了，今天结果发现了，他还在扔，他还慢慢扔，他太多了，太好笑了。再一个，哇，你们被偷袭，我觉得被偷袭真的有差哎、欸，有差，那个攻击速度 CD 超快、欸，被偷袭就会打多下。一开始就先被打到就有差了，就差很多，超刺激，真的刺激。你在嗨什么，先生？不是，就很好笑啊。而且早点来杀我们啊！对啊，你们早点来那个金苹果，他们可以拿更多哎、欸。我们刚刚每个人都三颗金苹果以上，我刚刚在狂颗金苹果不留哎、欸。有啊有啊，我有吃到剩一颗啦，我自己身上没有，我没有吃到啊，太紧张了。啊，居然看三只蟑螂一起出来，我怕了。蟑螂全赚了，全赚蟑螂吧？对啊，他们全赚，而且全部都保护衣吧。哇塞，不好看，超惨，不好看，而且箱子里一大堆那个保护二可以再叠，还有东西可以叠哦，有啊，保护二，然后你看我们这边装备全部是什么，那个应有尽有，有铁针啊，什么都有，哇，都收不定了，完了，太扯了，好可惜、哦，我觉得我们这边这一波如果有守住，应该不会是冠军，就可惜。可是就刚刚、啊、你们有打赢这一波，搞不好冠军就是你们了。真的，你们可以像秋风一样散发怨念，有没有？你们你们可以刚刚那个阿英掉岩浆，掉岩浆，刚刚有人冲入岩浆，有法师，法师跑太快了，是不是？前面挖掉一个跑入岩浆来，跑入岩浆，好笑、哦。刚刚你们在附魔，然后秋风就说：“那原本是我们的附魔。”哎、欸，真的，我们完完全全接收你们的东西耶，所以你们死啦！
还送给了他，一切都是怨念。不行，我觉得我们的怨念传达给他们也没有用，他们实在这个太状态太好了。哇，装备太好，一个人全钻，然后另外一个人也开始换钻头了。这个没有办法，这没有办法。五打三搞不好有机会哦。五打三要投猛车。难了、太难了，这个。真的太难了能吗？隔壁那对三个都凶巴巴，我已经安装好了、欸，我安装好了，才刚买好哎、欸，快啊！你怎么那么快啊？太快了吧？欸、我已经开游戏了，你已经开了，太快了，太快，已经在开开头画面了，太快了，你们太夸张。然后白队跟那个黄队好像蛮接近的、欸，就只是高度有差而已。是啊，你们跟我讲说关干嘛？带他去水里那边呢、欸？黄队在干嘛？他们黄队一直都这样啊。他真的太窄了。关在一个小空间，然后开始聊天，是不是？他们可能已经被他们是这样。是随机说边界的，不是在中心点闲着就没事了。可恶！好啦，还是要有那个。敬业精神要把它播报完。我听到双重的摇的回音，好可怕、哦。他们两个又停下来了。现在就等他们碰在一起而已啊。对，还在整装，他们还在整装哎、欸。目前状况就看起来就是要等边界来了啦。对啊。是不是还没有人去那个、啊、那个废矿？没有吧？没挖到过啊？哪里有废矿？我们没挖到、欸，都漏掉了，很大的，很大的废矿。哦，我看到了，哎、欸，我们附近而已，没有附近啊，我们挖很远了、欸，哎，对啊，我们都没过来这边、欸，哎，哇，他超大，然后没有人挖到，哎、欸欸，不对，我们这边有挖到一条通路，但是我后来把它堵起来，因为我不想探，就后来发现、哦，原来这边是废矿哦，就是你，就你，超就你、哦，我应该看一下的，对啊，想要看你独蜘蛛奔跑。啊！你好坏啊！就想要你被毒蜘蛛咬死的。我们刚刚那边超嗨的，哎、欸，小僵尸快快射，哭攻哭攻射他们吧！哇塞！主播是超可怕的，真的。怨念很深哦。主播是。何止是神啊？怨念可以把人压死了，真的。欸那只毒蜘蛛，他们在里面有一个小僵尸，小僵尸都不出来耶！小僵尸冲出来啊！冲出来啊！快点，没看到人？他有挖吗？他有挖开吗？没有。他有一个小洞，有一个小洞，可是他没有靠近这边。快点，小僵尸拿 MVP！ 哇，快来一个人靠近他！赶快来一个人走过来啦！哦。哦，出来了！出血了！可是他跑掉了，他为什么跑掉了？要巧克力去另一边，对，他才有可能吃到他。他都跑到这个位置了，太诡异了吧？哎、欸，怎么跑上来了？阿喵，啊，边跑边受伤，对，跳太高了，太怪了，自己撞到，没有造成效果。头像有一点点都在。他们在做箭矢、啊，在做箭矢。他们保护二的装就不穿了、欸，那他们身上可能也保护都二啦，都二以上啦。然后只是他们可都二了，没经验。他们可能没有等级负三吧，没经验，跌不上去吧。好夸张！看来只有那吉的这一把斧头有机会了。怎么？他那把斧头怎么了？他斧头怎么了？很强吗？闪闪发亮的斧头，钻石哦，钻石就是效率一，拍这个世界效率一，超多钻石哦！哇，我看到法师丢超多。纳吉，看来只有你有机会了。纳吉不会 PVP 啊？搞不好他等一下就爆发他的潜能啊！对啊，哎、欸，我跟他同队过，你不要这样哦。同队认证，对啊，用过才知道，你知道吗？搞不好就说我已经不是当初的那只小猪了，我已经是野猪了，猪年，哦哦，有加持，有加持，太好笑了。那等